想不想玩点花的？怎样？给我花钱怎么样？草原大的我分不清南北了。我分得清啊，那边。为什么？因为那边有个帅哥，心动着呢。拍完了。就拍完了，再给我拍一点吧。拍不了，手机太热了。咋了？手机太烫了。你就不能再用点力吗？我都快没感觉了。不给你爱了。我觉得新疆真的哪里都好，就是夜太短。你看我干嘛？我是够睡的。还有一点就是新疆真的跟网上说的一样，特别特别的干，所以这几天我一直都在用这个毛戈平的黑霜，它是这种琥珀一样的质地，取一点就能涂完全脸。新疆的风特别大，所以我会在鼻翼、法令纹这些地方再着重的涂抹一下，这样不容易卡分起皮。有了好的妆前，整个妆容就会很服帖。冷不冷？不冷啊，谁让我身边只有一个男的，冷也是我活该。抖音。